恭喜哦，麒麟，现在心情如何？开心到睡不着，开心到睡不着。希望有机会可以再跟你同场打球，一定一定一定可以，一定可以。谢谢市长，这几天好好享受金牌的滋味。我都是在很多公开的场合都说是中华队，全台湾、全台北市都以他们为荣，他们是台湾之光，是台北市的骄傲。麒麟他是我们台北市社籍的选手，从小在民权国小还有中山国中，现在也是我们台北市立大学的学生，他就是我们台北市的选手。所以外界实在不需要断章取义做政治操作。我觉得此时此刻是奥运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我们选手在最关键的时刻，是不是大家能够集气团结来支持我们在场上要接受这种挑战的选手我们内部不要其他的这些纷扰，大家能够凝聚向心来支持我们的选手。